薯粉是什么？木薯粉是一种淀粉的名称，是由一种热带植物的块根中提取的淀粉。这种植物属于大戚科，与蓖麻、橡胶、小童子同科。木薯粉又称泰国生粉，它在加水预热煮熟后会呈透明状，口感 QQ 的，带有弹性。很多酒店中的包子、饺子就是用它做的，看起来晶莹剔透。它是婴儿食品、牛奶、布丁的主要成分，也用来使汤汁及炖菜变稠。除此之外，木薯淀粉还可以用来制作酒精、果糖、葡萄糖、麦芽糖、味精、啤酒、面包、饼干、虾片、粉丝、酱料以及塑料纤维、塑料薄膜、树脂、涂料、粘合剂等化工产品。这就是木薯粉的相关介绍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。